好，各位好，多谢今日大家参加呢一个讨论会，香港嘅前世今生，25年嘅沉沦同埋未来走向。我系洛杉矶香港论坛嘅发言人之一，我叫 Charles，我会系今日嘅主持。多谢今日四位嘅讲者，程翔、汪仲晴、龚建华教授同埋连月珍教授。咁呢一场讨论会咧，系由以下嘅地区组织一齐协办嘅。不分先后，咁咧有喺多伦多嘅港加联、芝加哥嘅支援香港、洛杉矶香港论坛、北加州香港会、西雅图香港民主监察小组、圣地牙哥香港之友、纽约嘅 New York for Hong Kong、多伦多嘅 Torontonian Hong Kongers Action Group，仲有咧就系喺温哥华嘅温之联。咁我哋特別多謝咧，就係北加州香港會提供所有技術上面嘅支援。咁喺呢個時間咧，其實香港咧已經係踏入咗中共接管嘅第26年嘅啦。今日嘅香港天氣咧係沙暴風球，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可能有時咧雨勢頗大。咁正正咧令我哋想翻起25年前交接之前嗰一日嘅歷史嗰一幕。咁大家咧，经常都会喺电视咧重复咁看睇得到嘅。咁到今日啦，去到50年不变嘅所谓50年不变嘅中间点。咁我哋回顾翻过去25年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同埋想睇下香港未来嘅走向会点样。咁今日咧，每位讲者嘅发言咧系大概10至15分钟。咁回答咗之后，讲完之后咧，就会回答听众嘅问题。咁咧，希望大家咧，各位听众咧，系可以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嘅 Live 上边咧，系提出你嘅问题。咁我哋咧系有义工咧，系一路咁样会睇住所有喺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嘅留言。咁我哋亦都会尽量咧系解答大家嘅问题。好啦，咁事不宜迟啦。第一位讲者咧系程翔。系，各位大家好。今日我哋趁呢、这个。所謂回歸25周年咧，我哋嚟檢討一下呢25年嚟，我哋失去咗啲乜嘢嘢，而未來嗰25年咧，我哋將會發生一啲乜嘢嘢，將要有啲乜嘢嘢會嚟啊？第二張唔該。咁25年嚟，即係我哋其實失去咗好多嘢。咁當然好多好多朋友都會知道，我哋失去咗自由，失去咗好多法治。咁我想突出一點咧，就係香港156年以嚟推動中國向前發展呢個功能咧，我相信從此將會消失。嗱，咁我哋如果睇翻過去156年嚟咧，香港自晚清登上歷史舞台以嚟咧，其實咧係不斷喺度促進緊中國邁向呢個文明社會嘅，由太平天国數起，一直到辛亥革命啊，中國每一步向前走，都有香港背後嘅足跡。呢樣嘢咧，如果你稍微讀下晚清嘅歷史咧，你會睇得好清楚啊！譬如東學、西學東漸，以香港為基地，好多呢、這個中國社會辦嘅第一份報紙《中文報紙》係香港喺香港辦嘅等等。咁呢、這個咁嘅過程咧，就係、是、睇到咧，就係、是、香港咧，雖然係一彈丸之地，但係喺中國邁向現代文明呢個社會之中咧，香港係發揮好大嘅作用。咁點解香港能夠發揮呢個作用咧？就是、因為香港係最早融入主流社會、國際主流社會，成為咧係西方政治經濟體系嘅一員。另一方面咧，係因為呢、這個中國大陸嘅政治不涉及到香港。因為已經係屬於英國管治嘅範圍，
所以我哋香港咧係能夠最早啊擺脱呢個中國傳統文化入邊一啲即係粗柏，即係柏楊先生所講嘅醬缸文化啊！我哋最早能夠擺脱呢種醬缸文化，而最早咧係匯集東西方嘅文明，成為東西文明嘅一個結晶。咁另一方面咧，就因為我哋能夠係呢個喺英國嘅統治底下咧，得以避免中國內地出現嘅種種嘅戰亂啊、政治內鬥啊、動盪啊，免受共產主義思想嘅蠱惑啊等等，所以咧變咗我哋能夠好早發展出一套有別於大陸嘅政治經濟文化模式，而呢套模式咧係足以為大陸所效法嘅。你譬如洪秀全嘅太平天国，佢嘅總理洪仁剛就喺佢寫佢嘅資政新篇嘅時候咧，就大量吸收香港嘅經驗。孫中山先生嘅辛亥革命，按佢自己嘅講法，就係因為睇到香港嗰個模式啊，使到佢滋生呢個革命嘅思想。鄧小平話要做幾個香港。當然做香港是做不到出來的、啊、但是你看到鄧小平都是想即是知道香港這個模式呢是足以為 大陸所效法。蘇聯前書記戈爾巴喬夫慨嘆蘇聯改革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香港，所以即是說呢，香港這150多年來呢是不斷推動了中國發展，但這個功能呢相信今後咧就會漸漸式微，甚至消失啦。因為點解咧？因為香港已經被中共咧強行納入翻佢嘅專制體制入邊，咁變咗香港係咪冇呢個冇乜嘢比得大陸更優勝嘅地方咯？咁所以呢個功能就會消逝啦。第二張唔該。咁第二種。是令人哋即係覺得好可惜的，就係香港曾經是華人社會中政治意見人士的避難所，今後呢個功能都會消失啦。我哋睇翻歷史時期咧，每當大陸出現呢個政治壓迫的時候咧，香港自不然咧就成為呢個大陸政治意見人士受壓迫人士的天然的避難所啊。但咧，大家都點都估唔到，香港近幾年嚟咧，自己變成政治難民嘅輸出地，係嘛？呢、這個從呢、這個反送中條例到而家咧，已經係有萬幾人被拘捕，有千幾個政治犯。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即係呢種我哋曾經有嘅呢個功能咧。今後又會消失了。跟住香港呢曾經是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如今呢這種自由度呢有些急劇下降。第二張唔該，第二張唔該。自由度的一個標誌就是這個 RSF 的指數了。香港由回歸初期世界排名第18，急劇跌到去年的148，這個這樣的跌幅呢是創紀錄的，創這個無國界記者制定這個自由指數以來呢是最急劇的跌幅。咁除呢個係一個標誌性嘅，但係你睇到咧，就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創作自由、表達自由、集會自由，同埋特別係結社自由，都幾乎咧係喺呢兩年之內咧係全部咧係收縮曬啊，甚至連美國傳統基金會
都拒絕為香港的經濟自由度評分，咁你可見得咧，我哋曾經引以為傲的香港是全世界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地方咧，如今不在。咁跟住咧，你睇到咧，呢個就係立場新聞做嘅一個圖，顯示喺2019年頭九個月被呢、這個勒令或者係強制性結束嘅社團咧，仲未包立場自己，未包跟住嘅眾新聞，已經係60多個。咁即係香港個結社自由咧，係迅速咧係崩潰嘅。下一張唔該。而呢個警方嗰個回應六四紅線嗰啲問題咧，嗰啲警方嘅答案咧，你顯示到咧，所有正常嘅我哋過去呢個認為可以進行嘅事，可以做嘅事嘅自由咧，全部冇曬。下一張唔該。咁香港曾經係華人地區政治禁書嘅集中地，曾經一段時期咧，兩岸嘅禁書都可以喺香港揾到，兩岸嘅呢、這個政治主張不為當地接受嘅，都可以喺香港散播。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哋反而咧就係睇到咧，香港自己咧係大量產生緊我哋自己嘅政治禁書。自從呢個公立圖書館下架一批即係書籍之後咧，好多中小學嘅圖書館咧都相繼下架一啲書籍，係嘛？咁呢個咧又一個好諷刺嘅歷史性嘅轉變。香港最特別嘅就係成個 USC 大家知道咧，就係中大嘅一個即係大學服務中心，佢入邊收藏咗大量嘅中國大陸嘅禁書，中國大陸嘅內部出版刊物，本來係集中喺一個地方度，供全世界嘅研究中國嘅學者咧去參考。呢、這個中國研究界嘅人咧稱呢個 USC 咧係中國研究嘅麥加 Mecca， 即係聖地，顯現得咧嗰個江湖地位係點樣樣。但係如今咧，整個 USC 咧係打散曬啊！咁呢個咧你睇到咧就係即係嗰個政治禁書嗰個嚴重程度啦。下一張唔該。咁香港曾經係西方世界嘅一部分，因此咧香港獲得整個西方發展嘅益處，但係而家咧香港係被強行納入傳統嘅東方專制主義嘅體系。咁呢個咁嘅納入咗呢個專制體系之後咧，我哋被迫放棄普世價值，要建立專制主義嘅價值。咩叫專制主義價值咧？國族意識壓倒咗自由意志，集體主義壓倒咗個人主義，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啊！然之後法律係嚴重變質，我哋從本來係 rule of law 嘅社會咧，變為而家 rule by law 啊！common law 入邊好多基本原則咧，被慢慢腐蝕。你譬如話呢個保釋，好多朋友而家咧就係未唔能夠獲得保釋，然之後咧未經審判咧就先關押咗年幾兩年。好，下一張唔該。嗱咁嗰頭先講嘅都係已經消失咗嘅，咁將來仲要嚟嘅係乜嘢咧？我覺得進一步大陸化，香港會出現進一步大陸化。進一步大陸化體現喺邊度咧？體現首先最緊要體現權嘅結構嗰度，包括特首嘅任命方式。大家而家睇到啦，特首嘅任命方式咧已經採用大陸嗰種所謂嘅選舉方法啊，呢、這個叫做呢、這個叫做咩？叫做呢、這個single candidate 嘅選舉辦法啦，啊，然之後咧呢、這個議會嘅產生模式亦都係完全大陸化啦。咁而家我哋特別睇到咧，中共黨嘅呢個角色咧，
从隐形隐形嘅变为若隐若现，到而家咧，到将来咧会变成咧系现形嘅，即系可能将来喺呢个社会上面会出现好多党组织咧系公开化。下一张唔该。咁咧，第二个大陆化嘅迹象就系意识形态啦，包括对历史嘅论述。而家开始好多要改写历史啦，包括咧话香港否认香港系一个殖民地啊，好奇怪喎，佢中国就自称，中共自称中国系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嘅社会，即系解所谓1949年之前。而家咧就反對人哋稱香港為殖民地，唔知個邏輯係點樣樣。然之後咧就去強化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進一步咧要去西方化，同埋會將會開展呢個反殖民嘅教育。咁而家從教育局咧，從幼稚園開始入手咧，已經由幼稚園到大學咧都進行政治灌輸啦，開始。然後呢還會加強對傳媒、文化、出版、藝術、影視各個意識形態範疇的監控，這個就是我看到呢就是將會發生的事。另外呢就是法律的性質變化，通常我們認為呢 Common Law 是一個很保障這個人權的 一種法律制度，但是今後呢我覺得呢 由這個 Common Law 呢裡面具有的鎮壓功能呢今後呢都會被強化、你譬如說這個現在看到很多人未審先坐監這樣，所以呢整個社會呢都會由 Rule of Law 呢轉變為大陸式的 Rule by Law 了。下一張麻煩。那好了，第二個將要來的就是香港將會被融入呢個社會主義嘅體系，咁呢個對香港嚟講會產生好多難以適應嘅。譬如喺國際關係上咧，我哋本來係一個西方友善嘅地方啊 ，West friendly 嘅地方，會發展慢慢發展到成為咧對西方敵視啊。呢個就由於中共個宣傳啦、意識形態啦。在經濟上咧，我香港將會出現咧由中共主導嘅解決極端資本主義嘅問題。嗱，極端資本主義呢樣嘢咧，係早兩年咧中國大陸咧提出，認為係香港萬惡嘅根源，係嘛？所以咧開2019年8月開喺深圳開完會，提出呢個香港要解決極端資本主義問題之後咧。好多資本家、好多地主咧，翻到嚟香港之後咧，都紛紛咧係主動捐地啊，俾政府。嗱，呢個咁嘅就係實際上咧，就係經濟上融入社會主義之後會出現嘅一個局面。政治上咧，將會全面落實一黨專政嘅制度。軍事上咧，香港將會無奈地被納入中共呢個對外擴張嘅戰車。啊，點解會咁提咧？因為你睇到今次咧，由於中共支持蘇聯侵略呢個烏克蘭，所以咧，中共對呢場侵略咧就改安咗個名叫做特別軍事行動，就採用俄羅斯嘅講法。咁而家整到連香港嘅報紙咧都唔敢稱呢場係侵略，而係話。是特別軍事行動，明報就是用這個方式來稱呼這個侵略。所以呢，即是今後呢，香港將會被這個強制地是參加了這個中共的個軍事的陣營了。社會上呢，在文化、宗教、公民團體那些組織呢將會是式微，意識形態將會強行推行反殖的運動，殖民地印記呢將會逐步被消失，特別是呢，通過愛國主義教育呢，我們香港人要確立
爱国等于爱党等于爱社会主义这种思维模式。香港的身份认同有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广东话的功能呢，繁体字的使用呢，亦都将会呢是逐步被削弱。下一张，麻烦。咁呢個咧就係、是、講開就係未來將會發生嘅變化。咁我覺得咧，香港呢25年嚟沉淪嘅經驗咧，就係話香港我提供一個好典型嘅案例，講明一個本來崇尚自由、法治、人權同民主嘅社會，係點樣俾中共改造成為一個約束自由、蔑視法治、踐踏人權、專制獨裁而且充滿仇恨的社會。這個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啊、而我看到中共改造香港這個手段呢，包括呢是黨 的組建，在香港社會裡面是建立數目龐大的黨的基層組織，然後有通過種種的宣傳統戰滲透的手段呢，是來腐蝕香港。那這個呢，這個這樣的經驗呢是很沉痛的。而下一張，麻煩。而我們看到呢，中共改造香港的各種手段呢，現在呢正是應用於所有的西方國家。我們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等等都看到這種即是似曾相識 的手段。今時今日我們覺得呢，隨著中共經濟和科技的壯大呢，它改造西方社會的速度亦都會更快和更加有效。所以我覺得呢，即是我們要呼籲西方關注香港呢，其實已經不單是為了香港，而是為了他們自己。因為我們看到我們是 witness 中共改造香港 的手段都是用在西方社會，而西方社會的優點在中共眼中呢，恰恰是他們致命的弱點。譬如西方尊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那就方便中共對他進行宣傳咯。譬如西方社會尊重結社自由，咁就方便中共通過各種社團建設建立秘密黨組織。西方社會有定期嘅選舉，呢、這個就為中共介入佢嘅選舉，從而影響當地嘅政壇提供機會啦。西方社會好重視法治精神，使到中共好多違法行為咧冇法子得到懲罰，特別係間諜行動。西方社會好重視開放透明，咁好啦，就使到中共可以通過統戰工作咧，是得以是滲透到他們的最高層。下一張，麻煩。那我覺得呢，即是我們要喚醒西方社會呢，就是因為我們香港人有切膚之痛，我們經歷了這些這樣的、被改造的沉痛經驗，所以我們要向西方社會呢是大聲是疾呼，叫他們呢是請他們呢是是及早防范。好，下一張，麻煩。咁我呢就想談一談呢，即係最後呢向精神不滅呢樣嘢。我自己本人嘅信念呢就係、是、三護忘秦，即是坐須三護，忘秦必坐。咁有啲朋友呢就幫我對咗下一句。港雖彈丸，即係香港雖然係彈丸之地，忘共必港。嗱，呢個就係我同好多朋友即係有共同嘅地方。咁我嘅信心喺邊度嚟呢？我信心嚟自香港嘅精神。啊，嚟自香港長歷史上長期係推動中國向前發展。咁而家我哋點辦呢？即係有啲喺香港嘅朋友就
就受到种种限制，有好多人就要被迫流亡迁居海外。但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本住香港精神，根据自己的特点呢，是努力重建香港。现在好多我注意到呢，好多在海外团体呢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呢，是来维系大家，来保存香港的文化。足见得呢是人生不死，大家誓要为香港 讨回一个公道。我们注意到呢有几类的活动。第一类呢就是重拾香港记忆，保存香港的独特文化。第二类呢就是很多同行呢是团结起来、组织同行的协会。第三类呢就好多朋友呢是尽量突破新闻封锁，传播香港声音。第四类活动呢就好多是加强游说工作，强化所谓国际线的联系。第五类呢就建立一些政治机构啦。你譬如说有些人在搞緊议会啊等等。咁呢都反映咗大家呢係盡自己嘅力量，根据自己嘅特点嚟努力呢係重建香港，为香港讨回公道。咁我想应返大家抗争时期大家句说话，就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我希望呢种咁嘅精神呢係能够呢係传播落去，使到呢即係我哋即係呢个三户亡秦的这个信念呢是得以落实。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么多，多谢大家收看。好，多谢程翔的分享。那我们呢就现在去第二位讲者，就是邝仲晴的。没事啊。我听不到。唔好意思 ，hello。首先多谢你哋请我同咁多位前辈就一起做呢个分享。如果要讲香港嘅前世今生嘅话，其实我系主权移交一年前出世嘅。咁我就好好彩，我就系生长或者响香港比较自由，同埋其实系最自由嘅嗰个环境下成长。所以我啦，同我都好多同辈嘅 activist 或者其他同事都好呢，我哋全部都係喺一个完全冇乜限制嘅情况下去成长，去學習點樣做社会运动或者點樣参与社会运动。喺2012年嘅时候，我自己就加入咗当时一个网民组织叫键盘战线，就关注当时嘅版权修订条例。同年呢，黄之锋佢哋等等就成立咗学民思潮，关注关于国民教育嘅嘢。嗰段时间其实係好罕有地，在我们那个年纪大约14、15岁的时候，有一大班中学生决定投身社会运动去做很多不同的事。当时的社会是非常鼓励，也都非常重视这一班，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决定开始我们的政治参与。也都相当地有希望的，当时的环境是。12年的时候，在罢课、绝食、很多示威底下，政府就决定撤回国民教育。在那些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原来好像个社会上面你去做一些社会运动，当你真的有一个诉求，而你可以很清晰地表达，你可以动员到群众，其实跟个政府可能是有一些讨论可以做，或者可以透过群众的压力去令到他们改变一些他们政策的方向。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一代的所有人，甚至全香港的市民，我想都是相当觉得、有些希望，我们真的有些事可以做到。但去到2014年的时候，当831决定，北京决定、我们是不会有普选，甚至是所谓的普选的框架，其实是都是北京拣给我们，然后我们好像行出去投一票，就 justify 了北京的那个决定这样。所以就引申到后来、就有雨伞革命啦，我们就占领了政府、大楼出面旺角、铜锣湾，隔了79日。当时呢，整个国际社会都是非常关注香港的发展，所有人都觉得哇，这个和平的占领行动，这个和平的示威很犀利，在很多地方都不会见到，而香港就是一个非常文明和平示威的地方。但是79日过去，我们是没有争取到任何东西的，我们是没有争取到你当时想要的真普选。
咁但係因為雨傘運動，後面就多咗好多啲公民團體嘅組織，好似雨後春筍咁樣萌芽，好多唔同嘅組織，法政會師啊，保險起動啊，好多好多呢啲唔同嘅組織，大家都想喺自己嘅專業範圍內就不停咁樣去繼承嗰個運動嘅精神，心間細作喺唔同嘅範疇經營落去，關注唔同嘅政策議題，喺嗰個公民社會嗰個空間面咧互補不足，一齊嘗試去做一啲行為，令到我哋將來可以擁有真普選。一直去到2016年，就發現我哋就見到本土思潮嘅壯大，同埋甚至係一個都即係去到一個好似係三國鼎立嘅狀態。我哋有建制派，我哋有泛民，然後我哋有本土派。228響旺角蘇聯之後，我哋見到有梁天琦出現咗，佢響新東補選贏咗好多票。我哋見到原來香港人嘅身份認同係有幾強。去相對住可能泛民當時嘅一啲取態，就可能我哋會同北京傾，而本土派講緊嘅就我哋未必會想用翻一啲沿用舊嘅抗爭手法，我哋希望係做一啲我哋未試過而且可能可以成功嘅嘢。但係當時其實香港人或者所謂本土派嘅嗰個概念，其實都係一個相對於泛民嘅概念，佢唔係一個當時都未係一個獨立存在，非常扎根於香港人心裏面嘅東西，佢只係一個好似係因為我哋對於泛民當時一啲抗爭手段或者一啲做事嘅手法嘅不滿，去應運而生嘅一個 concept 咁樣。但係呢一個好似好多可能性嘅時間，其實都唔係持續咗好耐，因為去到2016年正式嘅立法會選舉之後，我哋其實選舉之前我哋已經見到梁天琦俾人 DQ， 陳浩天俾人 DQ， 仲有好多唔同嘅想參選嘅人俾人 DQ。然後去到選到之後咧，除了梁仲恒、游慧晶之外，罗冠聪、刘小丽他们都全部被 DQ。 当时对于很多我们那一代的人来说，其实是很迷失、很沮丧，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好。即是我们2014年想着我们诉诸群众运动，去令到政府会听我们说有真普选，我们失败了，那我们尝试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尝试进入个制度，我们尝试参与选举，希望加入个制度进入立法会，去改变一些政府的政策，去促成真普选可能出现。但是我们都被我们都被剥夺了这个机会去到那个位置。然后香港的那个民主运动去到那个位置，在我的视野望下去，其实好像进入了一个樽颈一样。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议题，但没有一个是可以去到成就到一个很即比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例如一地两检，例如很多有问题的法案，都是由一些很小的倡议进行，但是从来都没有变成我们之后好像19年见到的那种那么多人关注的那种状况。去到那个位置，其实很多人都不是很知道那个樽颈应该怎样过，直到去到19年的4月，我们开始见到一些关于反修例运动的街站，一些不同形式的倡议开始出现，我们都觉得这条逃犯条例很有问题。然后去到6月9号、6月12号、6月16号，我们就见到前所未有那种规模的游行。我想对上一次可能出现这么多人在街上，可能已经是讲8964的那个年代。然后随着后面的警暴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去到那个位置，香港人就真的就是所谓本土派的那个 concept， 我们拎回本土派的 concept 出来讲的，我们就好像真的找到香港人对于这个地方的那个关爱。本土派或者你对于那个本土那个家乡那个情怀，或者你对于香港人的身份的执着，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对着其他东西而出现的 concept， 而是一个我们本身自己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感情，和那个地方越来越强烈的基本。但是19年的运动最后就因为疫情和很多不同的原因，咁就唔再係以一個街頭運動嘅模式出現。去到2020年，咁就有初選。初選嘅時候，又係好多好多人已經對於香港嘅嗰個政治制度嘅想像已經唔一樣咗好多。好多候選人其實佢哋本身係冇想即係進入嗰個立法會嘅嗰個想像。佢初選或者成個2020年本身應該要發生嘅立法會選舉，對佢哋嚟講，其實只係一個希望利用選舉作為一個手段去增加和政府讨论我们要真普选的那个筹码的一个这样的行为。所以去到后来有国安法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这条路这样走下去呢，就是像好像刚才程翔这样讲，就香港就会越来越受到压迫，那个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小。那我也见到有很多人离开了香港，很多人现在很多朋友或者很多同事坐监，或者准备坐监，或者
被人拉了保釋出來，但是都很多事都不做得，他們不可以上網說話，他們不可以出街，可能有宵禁，很多不同這樣形式的東西。去到這一刻，其實我們會見到，即由我小時候去到現在，我看著的是香港有一個很好好好自由的地方，我們就是被教導我們可以批判性思考，我們可以批評政府，我們可以做一些建議，我們可以嘗試爭取。去到這一刻，個政府跟我們說，其實我們所有由細學到大的東西呢，或者由細到大人跟我們說，你就應該這樣做就對了，這樣做就對個社會好，我們未來就是社會的棟樑了。去到我們現在好像可以進入去做社會棟樑的那個角色的時候呢，我們就發現，個政府將所有這些東西都拿走了，將整個是非黑白顛倒，告訴你知，我們做的事全部都是錯的，你們是不應該爭取那麼多，你們是不應該學識批判性思考，你們應該全部做乖乖地做個順民這樣。而在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其實整個國際社會是忙著的，例如英國他們跟我們跟中國簽了聯合聲明，是一個有法律效力的條文，而他們在這麼多年裡面，其實他們真的沒有做過什麼，他們一直都有表達他們很 concern， 或者他們用外交詞彙上就是 deeply worried deeply concern， 然後他們會出statement， 他們會說很多東西，但其實他們從來都沒有嘗試過就著他們已經宣布了中國單方面思維中英聯合聲明的這件事去嘗試要中國負責，而是去到很近這兩年我們才開始聽到在英國的政壇上面有人開始討論，其實英國政府是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責任向中國追究這個責任，而亦都去到19年我們才美國政府開始對中國和對香港官員實施制裁，其他國家就開始原來我們是有些事可以做的，我們不是只是出個 statement 跟中國和香港政府說我們很擔心香港的情況，也都越來越多不同地方的聲音開始想推個政府去做多些不同層面上的事。而我們失去了這麼多，其實我們也不是純粹是因為香港所以失去這麼多，某程度上香港其實是處於那個對著極權，即對著中國的那個威權的擴張的那個前線，香港人的那些犧牲其實不是單單只是為了香港人，也都是為了整個西方世界，整個自由世界，他們我們一起所 share 的那套共同的價值，那套共同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 的那些犧牲。所以其實在未來當我們要去進行一些倡議工作的時候，其實我們很應該針對這點，我們就是要跟國際政府國際社會尤其是英國去討論，其實我們要做的事不是只是單單好像以前那樣，就我們表達很 concern，而是真的行動上要向中國施壓，要令到中國為他們違反人權、違反國際法的那些行為去付出責任。例如英國近期就多了很多討論，就是英國起碼需要做一個外交的姿態，就是去file 一個 objection， 就是原來中國是違反了當時我們簽的那條條約，雖然條約裡面沒有一些沒有一些 legal dispute mechanism， 即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但其實英國都有很多事可以做到，他會不會去制裁外國官員中國和香港的官員，他會不會去禁止一些有幫助中國和香港人權違反的公司進入英國市場，他會不會去做一些關於他們供應鏈上面的一些 due diligence， 即譬如我們賣一些科技的產品給中國公司或者香港公司的時候，我們會不會去嘗試想一下到底這些東西會不會是幫助了香港政府或者中國政府去打壓中國人和香港人呢？其實有很多這些不同的東西我們都是可以做到的。而我現在在一個叫做 IPAC 的地方上班，它就是一班世界各地的議員，他們嘗試做一些對中政策的一些東西，他們會經常都說就是 Every bill is a China bill， 在不同的立法層面其實都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到，例如英國現在之前就通過了一條關於衛生部門他們去採購，可能是採購口罩、採購個人保護裝備，尤其是 COVID 我們大家都很需要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們是不應該也都不可以從一些有genocide 風險的地方，例如新疆去採購口罩，而新疆棉其實就是做口罩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料，而大部分的口罩其實都是中國即是新疆製造，其實可以在很多不同的這些位置，香港人都是有一個可以 play 的 role， 可以做的角色去嘗試將這些討論帶入去一些政策的討論裡面，即使我們未必是立刻可以做到
一些政策上的改變，或者完全令到整個世界經濟供應鏈就不要那麼依賴中國。但是當多了這些討論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可以一步一步 shape 到關於中國和關於香港的 discourse。 但同一時間，其實在很多 think tank 或者很多做開中國研究或者香港研究的外國學者眼中，其實他們會覺得香港已經是一個死了的嘢咁樣啦，即係佢哋會去討論啊，其實香港而家有國安法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將香港變成下一個新加坡？我哋可唔可以喺維持一個唔民主嘅制度下，但係其實仍然維持香港嘅策略價值，即係佢可以係一隻生金蛋嘅我咁樣，即係好多人會去討論呢啲，佢哋係好少會去思考到底香港人想香港點樣，佢哋係從一個好所謂 strategic 的角度，其實就是會無視了香港人的那個自主性，都無視了香港人其實應該向香港怎樣發展，香港怎樣走下去，怎樣對抗極權，怎樣向後港安法年代，怎樣繼續去爭取民主的那些自主性，他們是會完全無視了這件事。而香港人，尤其是我自己現在去外國，我會特別感受到，就是我自己都會很怕開口去討論，其實你不應該無視香港人本身我們想做些什麼，即你应该要尊重香港人，在这些对话里面都应该要占一席位。我不知道这个是我们香港人不喜欢麻烦人家，或者觉得自己搞定好一点的那种性格，定是怎样，但我自己都感受到那种其实要开口去争取自己的 agency， 去开口告诉人家，其实大家都应该要尊重香港人的 agency， 是有点难度。所以这个都是很需要在世界各地不同的 diaspora 的 community 的香港人去主動去發聲，去找不同的平台，去講到底我們香港人對於香港的願景是什麼。而這個願景不需要是一個一致的願景，我都很肯定我的願景和可能我同輩的願景，或者和在座這麼多位或者看這個 live 的人的願景都非常不一樣，但起碼這個是我們身為香港人我們想見到的東西。而當我們願意去站出來去討論這些，我們嘗試爭取我們的 agency 和我們的自主性去討論這些話題的時候，咁個世界就會知道，其實香港人係想香港點樣呢？我哋喺嗰個討論入面，我哋可以加翻多啲呢啲唔同嘅面向。咁我哋去討論一啲政策或者討論呢啲嘢嘅時候，我哋先可以有辦法帶到香港人，或者呢啲政策對於香港人、對於中國人、對於可能人權運動喺呢啲地方嘅一啲發展嘅一啲面向落去。咁未來走向，我都好想知道，我都好想可以講到一啲預測或者講到一些很實在的東西給大家聽，但我就是不懂得做這個沒水晶球，也不懂得做預測未來，但我就會覺得這些就是一些可行的方向。還有很多時候，其實歷史上我們都很少見到有些什麼是必然指向下一個結果，很多時候所謂的歷史的大事件其實都是一連串很多不同的東西 trigger， 然後很多的堆疊而成。就算我們看回19年運動的爆發，其實我們本身4月尾的時候都沒有人預測到那個運動會走到這樣，當時很多朋友去開街站的時候，其實大家心裡面想的都不是想著我們會出現100萬上街200萬上街，而是想著我們盡做啦，我们觉得条法例很有问题，所以我们尽做做我们懂做的事，就是不停开街站，不停嗌咪，不停做文宣，不停派传单，希望给多些人知道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没有预计，都不知道原来就会成就一个这么大型的社会运动，也都引来后面的这么多事情。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抱着这个 mindset， 就是不要想那么多，我们尽做了先，我们可以做的手头上可以做到的事，照顾好自己啦，就是修身，好像很老土地就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自己面前可以做的事，读书的俾心机读书，上班的俾心机上班，然后再在我们有闲余的时候思考一下我们自己还可以做多些什么，可不可以关心一下身边的香港人，可不可以跟外国朋友讲多几句，可不可以跟不同的人都聊一下，讲一下香港的情况。而这些每一小步每一小步就可以累积成为一些可以 facilitate 很大改变的东西。我希望就是香港的未来就可以有我们无论是在外国的人还是还是在香港的人，每人做多少少，日常生活里面做多少少，平时的消费选择可能想多少少，我们做的事会不会是支持一些可能是 forced labor 的事，我们做的事会不会是支持一些打压的东西，然后每人这样走多少少，可能后面我们就可以 generate 一个很大的改变。多谢大家。多谢邝仲晴的分享。我想藉这个机会也提醒各位观众，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请在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那个平台上面呢是打你们的问题。我们下一个发言的嘉宾呢是钟建华教授，现在时间给钟建华教授。好啊，多谢咁多位啊，好多谢有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一啲个人嘅浅见。咁就头先听到啊程翔同郭其祥咧讲两位嘅分享啦，咁我觉得即系不能不承认，香港喺过去几年特别国安法底下咧，就确实系急速咁变坏啦情况。但系我又觉得，即系如果而家就话香港已经系沉沦嘅话咧，就可能。個結論嚟得比較早，即係香港會唔會沉淪咧？咁要視乎好多因素嘅。咁我覺得香港今日固然係好慘啦，情況係好令人難過啦，亦都咁喺香港生活嘅人，當然好多方面係令到佢哋都相當之氣憤，亦都氣餒，呢個事實啦。因為我都係兩個月前先嚟到香港啦，咁所以過去幾年我都一路都感受住香港嗰啲氣氛。咁我自己啊覺得香港而家嘅處境係確實令人好難樂觀起嚟嘅，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唔可以太快太過悲觀咯。咁令我哋悲觀嘅因素當然好多，但係我覺得亦都要睇到即係香港人或者香港呢個社群係有一啲令人係值得擁有一啲即係盼望嘅啲元素嘅。咁我想講講就係近呢幾年我哋透過我喺民意研究所工作，以作為一個評論者觀察到嗰啲現象，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我諗好簡單講咧，就如果你睇翻過去幾年，特別係喺19年之後，香港民意研究所所作嗰啲恆常嘅調查嘅同埋一啲我哋新嘅調查計劃所發掘嘅數據啦。咁我覺得香港即係香港人到今時今日最近再到到最近期所表達出嚟嗰種民意咧，基本上都仲係即係相對之硬淨嘅。我哋可能冇曬公民社會嘅中介組織，我哋冇黑示威，好多香港人冇機會透過自由風啊或者呢啲其他嘅平台表達自己嘅不滿同埋啲意見，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民意調查有個最大嘅優點咧，就係佢唔使走出嚟嘅，我哋係打電話去問佢，咁佢答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就過去兩年幾嚇，民意調查就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香港嘅民情嘅一個寒暑表咯。咁我覺得留意翻嗰啲數字嘅變化咧，我唔會話完全冇變化，係有少少變化嘅。但是你留意翻嗰啲數字嘅整體情況咧，其實即係香港人對當前嘅環境咧，係仍然都相當之警覺，亦都事實上個反應仲係相當之強烈嘅。咁呢個亦都唔需要淨係睇民調，你睇下香港過去兩年政府嗰啲抗疫工作，香港市民喺即係回應政府嗰啲即係唔係太合理嘅做法，包括即係。叫你去做呢個全民強檢啊，全民檢測啊，即係早前一年喺請嗰隊專家落嚟啊。咁香港人都採取一道相當之明顯嘅，即係冇人需要有大台，亦都唔需要 coordination， 就有一種好自然嘅不合作運動。咁令到政府就達唔到目標嘅啊。咁喺即係民意調查反映出嚟嘅結果，亦都係差唔多一樣啊。咁咧基本上都相當即係當然好無助，但係同時咧亦都係相當之。硬朗嘅啊！我舉一個例，譬如話，林鄭月娥咁樣，佢個民望評分咁樣，咁喺過去兩年咧，其實長期都係相當之低分嘅，同埋咧就一路以嚟都仍然有成，即係起碼最近兩年啦，係有60%至到最少都29% 嘅人咧，被訪問者咧係俾0分佢嘅。咁呢啲調查，大家要留意一點啦，就係我哋每一次都係隨機抽樣咁做嘅，即係唔係同一班人嚟嘅，即係個 population pool 一樣啦。咁但係喺個 pool 抽出嚟嗰啲 samples 咧，就基本上應該就重疊機會唔會好高嘅啊。咁但係一路持續都係有成29%至60% 嘅人俾0分佢。咁呢個反映到咧，就即係香港市民對個政府嘅感覺仲係相當之負面，仍然維持住咧一種強烈嘅反應嘅。
咁亦都唔係淨林鄭月娥個人，對於即係整個管治團隊，咁其實表現最差嗰啲官員仍然都係好低分嚇。嗱，佢話其他嘅調查包括咗即係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啊，對中國嘅一啲睇法啊，呢啲都反映到咧香港人仲係相當之感覺仲係相當強烈。咁我諗呢點咧就好重要咯。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就冇需要即係未必要對香港人嗰、那個即係而家個社會啦。所處呢種狀態咧，就有一種過度悲觀嘅睇法，我覺得即係未必一定準確啊。咁我咧另外有幾點咧，都令到我覺得香港人而家呢種即係抗爭精神同埋對政府或者對北京所抱持嘅一種負面觀感咧，其實要改變咧，亦都真係唔容易。咁雖然而家北京或者香港政府用一啲好強力嘅手段包括咗冇曬公民社會組織啊、新聞冇自由啊、啲圖書要下架，頭先阿前場講咗啦嚇，要你教啲人唱國歌啊嚇，要即係令你哋對呢、這個對香港人對日本人啊、對美國人產生仇恨啊呢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有幾方面因素咧，我覺得我哋都要睇到香港人啊呢、這個社群啦。他在某些認知上面和態度上比較 堅定的一面咯，譬如最簡單六四事件三十幾年了，香港人在即過去三十幾年裏面對六四事件的評價當然沒有變，但是直到最近期一輪的民意調查，其實仍然都是大部分的人，即係最比較多啊，比例上高最高嘅一個比例嘅人群咧，都係認為個責任係喺北京嗰度嘅，定喺政府嗰度，就唔喺啲學生嗰度。而支持平反嘅人咧，仍然都係多過唔支持平反嘅人好多。咁呢個三十幾年啊，你可以咁講，八九六四事件同香港係冇一個即係唔係直接影響到香港啦，起碼唔係直接衝擊到香港啦。咁但係香港人三十幾年來都對件事嗰種睇法都維持住一個比較即係一個合理嘅一個我哋覺得係同一種嘅趨勢。咁你可以睇到咧，即係香港人喺某啲事物嘅認知上邊咧，仍然相對之清楚嘅啊。咁況且今次2019年之後呢件事，或者對香港社會嘅摧毀咧，香港人係親自感受到。咁我覺得即係更加會令到呢種認知咧，係會有較強嘅生命力。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啦。第二咧，就我哋要明白，即係引致香港今日呢個處境，當然係最直接嘅，就梗係2019年嗰抗爭事件啦。或者再講翻早啲，就2014年嘅雨傘運動啦。咁呢兩次嘅運動咧，其實有一個特點，就係香港參與嘅人、落水嘅人相當之多。即係2019呢次，由幾萬人到十幾萬人的遊行，到最後100萬人遊行，到200萬人遊行，咁其實就即係人數係真係相當之多嘅，即係落水嘅人相當之，每一個連水組群都會有，咁而且特別後生仔嘅參與情況特別多啦嚇，咁咁多人參加，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mass 嚟嘅，呢個 critical mass 嚟嘅呢個係，咁就算北京當局、特區政府用曬頭先阿程長興所講嗰啲手段，咁但係因為涉足過呢次抗爭運動，以致直接引致今次後果嘅一個處境，咁多人係親身經歷，而且我哋要知道經歷嗰啲有好多係十幾歲嘅細路仔，即係喺2019年4月5月之間，首先即係登廣告去反對嗰條法案係繼續二讀嘅。大部分都是啲中學生嗰啲校友會同中學生自己嘅組織，咁呢啲人當年有啲細路只係得14歲、15歲嘅啫，到今日佢哋都只係17、18歲，咁所以其實第一人數多，第二咧佢哋係喺少年時代或者更細個咧就已經經歷呢件事，咁所以嗰種感覺同印象咧係會第一深刻，第二咧係會一路咁帶落去嘅。當然我哋唔可以排除佢哋大啲會變啦嚇。即係人都會變嘅，係嘛？咁但係即係每個個都變曬噶嘛？咁多人咁年輕，咁
佢對佢哋造成咁大嘅衝擊，對佢哋後來嘅影響咁大。咁所以我覺得個 mass 係咁龐大嘅話咧，就算中共或者香港政府係用曬頭先程長興講嗰啲手段都好啦，能夠產生嘅效果，我唔敢話佢唔會有效果啦，肯定有效果啦。但係佢能夠產生嘅效果咧，仍然都係會唔會取似得好似即係八九六四咁簡單嘅？我相信係啊。咁先呢個係第二點，我覺得都係值得我哋即係保留少少樂觀嘅一啲因素啦。第三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如果真係睇翻即係各種嘅民調數據嘅情況咧。咁你亦都睇到個情況冇一點變啊！我哋即係頭先講咗啦，個大體情況冇一點變嘅。我舉一個例，譬如話啱啱民研究所喺上個禮拜發表咗香港人身份認同嗰個調查，咁呢個調查做咗成三十年嘅啦，已經啊二十幾年嘅啦啊。咁其實即係基本上仍然係喺一個即係下跌浪裏邊嘅。即係雖然有近期有少少反彈，但係嗰個反彈都係即係有反彈冇回升嗰種，我覺得啊，呢個第一點係咪會長期形成一個即係回升咧？呢個仲要睇落去，但係起碼咧就暫時都仲係一個處喺低位。第二咧就亦都有一啲好突出嘅一啲數據都睇到嘅，譬如話18至29歲嗰班咧，佢哋對中國人身份嘅認同咧係破咗歷史新低嘅，今次係得2%。即係100個人裏邊咧，只得2% 嘅人咧，18至29歲嗰啲係認同佢哋係中國，首先認同自己係中國人。嗱，咁呢個數據我覺得都好重要，即係話經歷咗三年啦，咁可能正如頭先我所講，即係嗰班早幾年參與過嘅少年人，慢慢長大，而家17歲、16歲、17歲咁上下啦，佢哋未係18歲啫嘛嚇，有啲大過啲嘅18歲咁樣，咁。你睇到個即係呢一段時間所做嘅嘢，即係所造成嘅結果，或者話我哋唔可以即係讀民調就唔可以講因果關係啦。但係你見到個其中一個後果，就見到就係即係認同自己中國人身份嘅人得翻2% 喺呢個組群。咁呢個亦都係破曬歷史最低紀錄啊！咁各種其他因素都講啦，官員嘅民望啊、評分啊，嚇嗰五個社會指標啊，呢啲全部都有呢個現象。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嚟講咧，雖然打壓咗兩年啦，即係啱啱今日國安法都2周年啦嚇，咁但係對香港人嗰個人心嗰個造成嘅動搖咧，個效仍然都係比較細嘅嚇。我唔会话冇完全冇转变啦，譬如话我哋见到近期有一啲调查咧，啲人嗰个回避嘅心态系强咗。譬如最简单，我哋啱啱亦都系6月初发表咗六四睇法嗰个调查，头先讲咗啦吓，仍然都系支持平反嘅人多，仍然都系觉得北京政府要负责任嘅多。但系有一个比较突出嘅转变咧，就系呢今年我哋问到一啲比较敏感问题，譬如话系咪应该？即係平反六四嘅時候咧，有較多人唔去答呢個問題啦。佢唔答呢個問題，咁點解唔答咧？咁係咪驚咧？咁唔知道啊，因為照計就冇乜好驚噶，因為又唔記名嘅係嘛。咁但係即係各個問題都係唔答嘅人係比過往幾年都係多。咁呢個係一啲微妙嘅變化啦。第二咧就頭先我講咗啦。近期有一啲數，有一啲項目咧，嗰啲調查嘅結果有少少反彈啊！但係呢個反彈係咪上升，重上翻上升軌咧？呢、這個仲要睇落去啊！咁呢啲就我即係頭先講到呢幾點啦，即係我覺得都係我哋可以對香港社會仍然抱有期，即係比較少少即係正面嘅，唔需要咁負面嘅一啲原因啦嚇。個問題就話究竟呢啲狀態？是不是可以長期維持下去？因為冇曬公民社會，冇曬啲中介組織，可能揾唔到嗰啲資料，圖書下曬架，老師唔敢講，啲家長唔知道會唔會費事啲細路仔翻學校之後，即係俾人歧視，所以都唔再講啦，啊洗腦就洗腦啦咁樣，即係會唔會咁咧？咁呢個我哋唔知道。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我哋喺各種負面因素底下。
頭先程長興講到嘅咁多因素做咁多嘢做曬啦，咁會唔會就令到即係長遠香港社會或呢個社群真係走向北京當局期望嗰種沉淪咧？咁樣咁呢個值得我哋即係長遠去分析嘅。咁我覺得當然唔可以低估政府嗰啲工作嗰啲效果啦嚇，你啲書真係揾唔到就揾唔到啦嘛，係嘛？你冇咗六四嗰個晚會，咁慢慢啲人會唔會淡忘咧？呢個亦都係事實。你即係當日日喺度唱國歌升國旗嘅時候，會唔會真係改變咗啲人嘅人心咧？咁呢度我哋唔可以低估政府嘅力量嚇。咁頭先講咗啦，近期嘅民意調查確實有啲微妙嘅變化，呢個都留意到。當然最關鍵嘅就係時間啦，時間就係、是、一個最關鍵因素。隨住時間嘅推延咧，咁我哋可以想像有啲因素係會變嘅，真係啊！咁喺咁多壓力、咁無助同埋咁即係亦都冇乜出路嘅情況底下，會唔會時間確實會令香港人？即係慢慢失去咗過去三十年表現出嚟嗰種抗爭意志咧，咁呢個係即係好值得我哋繼續關注同留意嘅嚇。咁我覺得今時今日我哋要做嘅當然就係要同呢啲負面因素對抗啦，要同政府嗰啲即係各種行為，即係而家做緊嘅嘢對抗咧，就真係唔容易嘅。即係我舊年仲喺香港嘅時候。九月開學前見到一批比較年輕嘅老師教通識科嘅，咁有個別都話都繼續續約先啦，做落做住先啦。雖然啲課程大綱改曬啦，做得幾多幾多啦咁樣，就咁諗嘅。到到舊年年底幾個月之後，我見到佢哋啦，有好幾位都話做埋今年唔做啦。原因就因為真係講唔出口有啲嘢，但係佢唔講亦都唔得。亦都會驚學生會或者家長會篤灰，咁結果太多顧慮底下咧，佢哋有幾位啦，起碼就表明今年九月唔再續約啦。咁至於佢哋會唔會移民，我唔知啦，但係起碼佢哋咁講啊。咁所以其實政府做嗰啲做法咧係好全面，同埋咧全方位咁做嘅。咁亦都由娃娃走起，咁會唔會真係會令到即係？隨著他們慢慢長大，咁替代了呢班已經年紀大咗呢班十幾歲、廿幾歲嗰班，咁佢亦都唔怕同你鬥命長，咁會唔會產生佢要嘅效果咧？咁呢個就亦都唯有拭目以待啦。咁我覺得即係而家可以點樣令到香港人呢種咁嘅過去嗰種抗爭精神，以至嗰種即係不屈服於強權嘅一種意志，能夠維持落去啦。咁當然係有賴香港人自己努力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都喺海外，我都兩個月前嚟咗香港啦。喺海外嘅人咧，都確實係可以做啲嘢去幫幫手嘅。咁第一就係即係我覺得好多香港人佢哋有好多心聲啦。很多心裏面的想法呢，現在在香港是沒有什麼平台表達的，不過就算上到 Facebook 他們要講的都比較多顧忌，甚至剛才說了有些人答問卷他都寧願不答了， 我這個問題我不想答，這樣這個比例多了、我覺得我們在海外可以做的呢，就除了可能稍後連曾興都會講到的，就是怎樣團結香港海外港人之外呢，咁我覺得我哋個人個別可以做到嘅就係同香港唔好，我哋去到海外生活，當然都會花啲時間要去投入當地嘅社群。咁但係我覺得我哋亦都要即係花啲時間去了解香港呢個社群，我哋好多朋友、好多親人仲喺裏邊，我哋都係愛呢個社會嘅。咁我哋希望可以了解多啲佢哋嘅心聲同睇法，然之後咧，我哋係代佢哋出聲。我自己感覺咧，就係好多香港朋友，佢有啲心底説話，當有人佢唔敢講，話講唔到，當佢知道有人幫佢講咗嘅時候咧，佢係會相當之振奮嘅。
咁即係話佢哋都希望佢哋能夠被代表嘅。我喺今年四月底嚟香港之前嘅過去一兩年，我唔止一次，其實即係好多次，我諗有十次八次喺街度係真係有人走埋嚟，我唔識佢噶，走埋嚟同我講：阿鐘生，你都係嚟咗香港啦，你嚟咗香港繼續講你講嘅嘢啦，繼續幫我哋講啦咁樣。即係話其實好多人都有好多好強烈嘅心態，係希望有啲人可以繼續代佢哋，即係表達佢哋嘅心聲同訴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種鼓勵，亦都令到佢哋嗰種認知同埋嗰種意志咧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嘅因素。呢個我都係好重要咯。咁我哋唔好令到香港人感覺即係被遺棄啦嚇。我哋希望繼續可以成為香港人嘅代言人啦。我哋喺海外可以聯結香港，即係喺呢度香港人，海外香港人。做頭先即係兩位講到頭先啦，頭先即係講到嘅一啲工作啦嚇，繼續去遊說外地嘅政府嗰啲嘢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可以做嘅嘢咯。咁至於點樣可以更有效咁組織香港人啦，點樣透過一啲其他嘅方式去令到香港人嗰種即係嚟到海外都好，可以繼續延續嗰種抗爭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值得我哋研究嘅課題啦。咁喺海外呢邊，我哋見到，譬如六四又好，七日又好，都有好多地區都有唔同嘅活動。咁但係當然啦，呢啲活動本身個規模就未必有香港咁大。但係當然唔可以比較，因為事實上個社群比較分散嚇。咁但係遍地開花呢，這個都係一個值得我哋即係繼續花啲時間做啲嘢咧，去延續嘅。我哋最擔心嘅就係，嚟到海外之後，慢慢就淡忘咗我哋嘅根，然之後就喺呢度即係揾食又好，生活又好，慢慢就即係甚至有啲變成小粉紅咁。咁我覺得我哋自己要警惕住自己，唔好做呢樣嘢咯嚇。咁最後咧都係希望講一句啦，就喺海外嘅香港人，當然有好多組織。我初嚟一兩個月，我都感覺到香港好多人都係好。好互助嘅，好願意為新嚟到海外嘅人提供啲幫助，咁呢點好難得，因為大家都知道點解我哋要嚟。咁但係同時我亦都知道咧，海外好多即係唔同嘅組織啊，唔同嘅團體啊，其實好多時有唔同嘅主張啊，唔同嘅諗法。咁咧就講得清楚啲，有時唔同組織之間嘅是非都幾多嘅。咁我希望大家可以擺開一啲成見啦，就喺呢度更加要做到求同存異啦，嚇、啊，亦都要小心啦。真係可能有啲，正如頭先程翔都講到，有啲組織可能係利用西方社會嘅一啲自由民主同法治咧，就鑽佢哋空子，然之後去做啲嘢搞策反嘅嚇。咁、啊、我希望喺我海外嘅香港人繼續努力，希望喺香港嘅香港人。不要放棄希望，我們大家共同繼續幫手，令香港社會免於沉淪。我講到這裡，多謝大家。